们现在到达的是远航实验学校。下下下下，走。来错地方了，走。我们刚刚回过了东八大峡谷的上方，地跨东经98度到101度，北纬24度到26度的大理。鸡蛋用草绳串着卖，是云南十八怪第一怪。这个建筑风格苏州园林啊，阿诗玛是彝族类似。哇塞，这个好过瘾啊！冬泳时开嬉笑嘻。放心放心，没事没事，都在哥的把控里面。我们来投出一个团长，3、2、1，好，集合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把那两个箱子也放到导演车上，这样就省点油。10点半准时出发，不许迟到。可以打折吗？能两个都点吗？今天得要选一个兔子饲养员。站起来，哦，我都敢站起来了。我走一下，我走一下。1、2、3，出去玩一定是要把节奏慢下来。啊，挺清新的空气。搞错了，我喜欢极限一点的东西。让一个弯到底就追不上了，兄弟。听我打，这儿架。一副，3、2、1，快点哟。哇，屁股好痛啊！这怎么变成7天9外婆了？好冰好冰！每天的任务就是要整点不一样的。之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，我们都收到了一条短信。哦，对，你念。跳一女成人，哇撒子，哇撒子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节目有自己的？电音老七，自己的电音啊，懂了懂了，你是电音什么？电音老七，电音老七，好的。Yes， 跳一女成员，我是南波小兔，我是南波小兔，这里是没看过是吧？来自小芒星球的电波，电音朵拉，速来学校食堂找我，我真的没有在模仿其他老师，我今天早起就这样。好。你好，老师好，我是主持人齐思君。你们来干什么的？那个我有一条短信要我们去学校食堂，说报名字就可以进。对，我跟他们很熟的。啊，你很熟是不是？啊，你很熟啊。我要核对一下信息。我大明星黄子弘凡。我是主持人齐思君。对，我是北大校草文涛。对。可以，一人一进呢、啊。一人一进，对， okay， 一人先进，一人先进，你挨人进吗？我是黄子弘凡呀、啊，你搞清楚。我是艺人。哎呀，我被这玩意儿夹过，有心理阴影，夹老疼了这玩意儿。食堂在哪儿啊？你好。能告诉一下？好。哦。右拐就到了。好，一直要右拐。好的，齐思君，谢谢老师。离开校园时间有点久了。哎，有小学生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中学吧？应该是。叔叔，我是叔叔。我是叔叔，你这叫……我黄某不接受这个称号。叫弟弟，真是。哦。叫哥哥。你们好，我们是来上学的。好好学习啊！听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就跟这儿趴着看。小点声，叔叔。啊，书包，我们，哎呀，忘带了。你说说这，啊。哇，一声叔叔把我们，一声叔叔，一声叔叔给我们喊趴下了。00后都毕业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。哎，这个，谁这个？哎，这不是那谁吗？
刚放了，这年纪大了，这不是咱一手养大的南小兔吗？啥来着？小兔，南波小兔。就你啊？就他。你叫少爷呗。哇，他又大了，现在已经可以赶上一个人的座位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袋架，起袋架，脚走着西藏，没人给你洗哦。今日兔子饲养员火树，兔子的本质就是流浪，远方是我的故乡。上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求着我们把他留在一个荒野？对，在云南，他想求生。荒野之国。对，荒野之国。但是你看，咋了？在外面过得不好，又回来了。呜呼呜呼！本南波小兔流浪回来了，哎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是不是很想我？飞机落地的时候，闻到这里有好多好多知道虎的味道，还有知道虎。从大家接到邀请开始，就代表着跳地第二季就要启程了。啊、跳地。我们来这是跳地啊，原来是跳地、啊、我天哪，这一次我可是给你们准备了好多好多惊喜哦，快冲进食堂看看吧。我预感他会冲。哎呀，哇哦，南波小兔，哇，它又大了，就坐这儿也没饭，就坐这儿呗。这应该是它的眼睛，借你眼睛一会儿，来看看你眼睛。哎，这双头的，哦。那挨个看看什么东西吧。哦，五位成员抵达后，拼装出你们的专属回忆，就可解锁本季第一个惊喜。哇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是我们死去的青春。要五位成员，怎么？那今天咱们来少了两个人，还有俩人呢，白来了咱们。不是，那咱们那怎么办？俩人呢？对呀、啊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是他的主人，不是某种角度，我们是他爹，他爹，我们是他爹。对、哦，这边有饭菜，如果你们人到齐了，可以带着饭卡来这边打餐哦。要五位成员，我们齐了，齐了，我们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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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卡在他肚子里。直接拿吗？直接拿吧。可以。先打饭，先打吧。呢？这都是掺到我做的是吗？南波小兔的最终形态是火树。南波火兔，我感觉这个和下面那个是男人和女人的意思。哇塞！哦，水性杨花是有的，那个什么鸡蛋花是有的。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吃饭。高空吊桥？不是吧？这从地上看。哈哈。好。野花之乡。开车真好玩。欢迎恩琪，欢迎恩琪，欢迎长姐。我有点害怕。我好对对。景色我觉得确实蛮震撼的。太酷了！他们还在上课吗？他们还在？不知道哎。我们赶紧来嘛，反正要我们去食堂，我们先往食堂走嘛。那谁在那等着吗？没人来，没人来，我们先打饭呗。来点，
涛哥饿，涛哥先点。等一下，我们不会这一季全都是这个了吧？先看看有多少钱吧。哦，300元。来，先来一份。好的。可以了。谢谢。还需要其他的吗？这边有饮料，有温开水。哦，那温开水，温开水，温开水。好，日子真会过。哇，不是，需要这个。我也需要，我也需要。一共是21元。哇，这个感觉已经700年没有过了。我感觉确实，真的是。这真刷卡，像当年我刷我室友卡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感觉。刷室友卡，当时我跟你说，当时我没说别的，我给你展示一下，因为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，兄弟。当时我的卡被室友刷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很特别，so special，so special。赶紧在等。老师，我想，这个小炒肉我。小炒肉。这个放那个，这不是这个，然后我帮我打点饭，然后帮我把那个盖饭上。哎。有两个穿和咱们一样的人过来了啊！不管他们，吃饭不管他们啊！哎呀，再上去一下，走，来，来，哎，真的，大家都穿这样啊？当然了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吗？哦，穿的好喜庆啊！他们都已经到了，他们都已经吃上了。啊，你们都开始吃了吗？在干什么？咱不理，咱不理。你不会在这做题吧？不是，先去做题干什么？我们不能直接吃吗？真有题吗？这要刷卡的，你以为呢？刷什么卡？同学借一下饭卡，借一下饭卡。不可能！怎么有人文关怀啊？这是东西。对，哎，我直接吃这个吧，谁的？不是，你们从哪儿拿到那个什么卡呀？卡在哪儿啊？所以怎么才能打饭呢？不理。就不要听他们说，啊，直接打了。这个，要这两个就够了，谢谢。这个小菜吗？哇、哦，这是学校食堂的味儿。你能感到吗？感觉，学校食堂的味儿。这就是，因为这就是学校食堂。哇。刷你们那个饭卡、哦、哪有饭卡、啊、饭卡那个什么就这个同学帮我刷了，我们很熟的。哪有饭卡？到底哪有饭卡呀？这有两张新卡哦，这两个我们是做了一道数独才拿到饭卡。对对对，可以做到数独。饭卡谁那儿？饭卡做局。饭卡要自己拿。饭卡要做局。在哪儿啊？怎么说？转，你先读一下，读一下卡片。对啊，什么拼什么图啊？那凭什么他就先拿了呢？他吃霸王餐。怎么了？他没刷卡、啊。他花钱了吗？霸王餐。同学，这边有一个没有刷卡的，麻烦您过来刷一下卡。哎，马上。哎。马上，哎，我不认识他。学校食堂你这么干？哦，不认识，真不认识。只是衣服穿一样，穿的衣服一样，不认识。Sorry。恩琪同学没有刷饭卡。哎，老师，我马上过来。张宇同学，你不是沉默美男吗？保安过来。慢点，我没有，我马上，我拿那个饭卡，马上过来，我先把题做了。过来，告诉你怎么拿到饭卡。啊，来。抵达之后拼出我们的专属回忆，把这个拼好了就可以拿到饭卡了。那你们没拼好啊？等你们到了才能拼好啊。那你们为什么先拿饭了呢？因为我们先到了呀。哦，这个一点也没有逻辑，到底这个饭怎么回事？加完就有了。你一个上一季每天都在的人，你不贴，你叫我贴？你以为他五天都在？他只有2天。两天在活动。我只有2天活着，不是活动，是活着。给你们贴一下啊，这个是你们去那个松林道啊，对，去到云南的第一天，对，第一天，我们的路吉，好，路吉，这是四个开着小车啊 ，Let go， 飙一下，沧海道通了，兄弟们，哇哦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然后非常非常好玩。
这个是飘然，那是我的。石凯的这个是 SK 嘛？只想让大家证明这是我的包。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我们来到了这个蝴蝶泉边，不同的两面大理石。哦，这三个球呢是拿刚才那个玻璃珠做成的。对，这你的。OK。哇。你选个最好看的，你问是谁的？最好看的，兔子最好看。然后第三天就这个去桨板了。哎呀，这圈印象很深刻啊！有人摔下去了。不是摔，是掉。从前往后。好冰好冰啊！站在岸上的是我。今天非常棒，已经圆满把课程完成了。水上桨板呢，是我个人认为难度系数偏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吧。王子，啊，你找一下你的那个龙马文的名字。哎呀，王子肯定，王子的最好找。他的唯一一个四个的吧。王子的很难找不出来。我的太难找了，好好帮我找一找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们的名字，那个感觉是吃饱了。哎，非常棒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表示饿肚子，没东西吃。对。然后这一天呢，就是去那个之国，什么荒野之国，嗯，小兔之家，哦，小兔之家，对，哦，那这个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啊，完美，那是我整趟旅程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啊，我也荒野之国确实好，哦，这里，荒野之国，哦，太酷了，给我来一个灭掉世界的推背感，那就是我们的南波小兔最终求我们想把它放在留在那儿的地方，对对对。没想到他又来了，又回来了。没想到他就回来了。最后来，我把那个最后一天我们这个直升机的这个拼好了。哦，哇，哇，好酷啊，这个感觉太快了，哇。我们在这个山脚下小车车旁边。有一个合影，合影，完美，好，这样就贴好了。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一季的所有回忆，现在已经全部归位。嗯，好，打底成功，可以给火树发饭卡了。OK， 好，还有我们俩发饭卡，老师们帮拿下他的两个饭卡，发一下饭卡。就可以拿到饭卡了。那你们没拼好啊？等你们到了才能拼好啊。那你们为什么先拿饭了呢？因为我们先到了呀。现发吗？对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得的呢？我们也是现发的。我们找了一波东西。哦，真没骗我？骗你干啥啊？好，没什么信任度，说真的。我们什么时候？我们为什么要骗你呢？哇。放在小琴的，对你发动大博卡，我感觉就有问题，我感觉饭卡刷卡，哇哦，哦，打开了，哦，本季第一个惊喜，那我们就打开看一看吧。跳地旅行团的成员们真开心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本小兔在流浪的时候，也在小王星球发起了2024年旅行目的地的征集，川西之旅成为了首选。哎，那我们所以说要去川西了啊！不过考虑到气候的因素，我决定呢在后面的旅程中实现川西之旅的愿望，所以我们先不去川西。川西会留着后面。对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听到很多辣兔们想要马上开启旅行的呼声，所以我想现在就出发，辣兔们可以欢呼期待喽。期待。那么现在最最重要的是，提前开启的旅行将会跳往哪里呢？请将地理书翻至第61页。第61页将会带领我们走进桂林山水。哦，古往今来，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句，不知唤起了多少人对于桂林山水的向往。这次我们从桂林出发，
一起跳进山清水秀、洞奇石美的喀斯特地貌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时间的魔法棒造就了一处处神秘又令人惊叹的景观。地理书中说，喀斯特地貌的形成是可逆反应，有溶石，有沉积。在这里，每一滴水发出的声音都是大自然生长的力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直观感受到千万年来水流的形状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一座座平地拔起的山峰倒映在凝结如镜的江面，宛如巨幅水墨画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走进地心敞开的大门，在每一处黑暗中与自己对话，在每一处光亮里被自然震撼。让我们带着对生活的好奇，奔赴这一场与喀斯特地貌的相遇。所有的我，哇哇，爱过我，这个就得使劲冲。兄弟们，天坑底下见喽！哇，好帅呀、啊！哇，公主请吃。360度回旋，好，好，好，哇！希望每一天都很开心。加油，加油！山河辽阔，一起感受青春值得。像你这样的朋友。跳地旅行团，跳地旅行团，跳地旅行团，一起一起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出去玩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我们说，哎，广西有很多好吃的，也可以。哎，对，老友粉特别好吃，螺蛳粉、老友粉和桂林米粉。桂林米粉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次去桂林，对，后面去川西，其实是考虑到这个气候问题，冷川西会，对，是的，因为我们这次出行的是12月份的时候，其实广西那边的气候、会比较暖和一点，还舒适一些。好。那这次咱们出发前这一趟旅行，结合第一季的经验而来的话，有哪些是觉得这次我们可以不用做的一些项目，或者是有哪些好玩的事情，希望这次能加上？咱这样，先选团长吧，选完团长定吧。好，好吧。好。我投文涛一票。文涛，我投文涛一票。我觉得他团长当的一点毛病没有。可以，文涛。人怎么说啊，团长？等人齐吧。那个团长想吃个冰淇淋。团长说两句呗。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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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长。不是，这一季不是有什么必做必不做的吗？那我必不做团长。好，在这儿等着。火树，你这次有这么特殊的情况，你必须得当，你不当啊？我要当吗？很难当，我这个。我觉得有一些项目，团长不用亲自参与，不要让他们俩当团长。那要火树吗？火树当团长吗？好，那我团长吧。好，团长，团长，团长就归属于何老师了。好，然后那我们团长来聊一聊必做和必不做的吧。哎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多晒晒太阳。医生说呀，我就是晒太阳晒少了，缺钙，缺钙、所以说就是多一些室外项目。我挺想就是做一些，比如说速度项目这种东西，开车，开车，卡丁车这种的还蛮好玩的。爆！我还想到了一个，就是你们类似于扎染，是可以自己做一个东西，可以带回家的那种，可以啊，蛮好的。好好好。该打卡的地方一定是得去的。对对对，刚才聊嘛，上一季有什么遗憾？对，有什么遗憾呢？
有一个遗憾就是每天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写游记这件事情上，影响了我们去欣赏美景，甚至有些人啊，这要登上飞机了，前一秒还在写那游记，对他都没有好好的跟兄弟们告个别，没还没好好的感受，还没好好的感受。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，我们不做的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我们把它改成不限字数，我觉得可以改成电子游记，就是我们录像，通过录像的方式对着镜头说出来我们的感受。啊，难道是传说中的 vlog？ 它其实也可以换为一种形式，叫备采。哦，被踩感觉听着更高级，要不把我们的这些经历用那种电子设备记录下来，后期剪辑，然后放在平台上播到网上让大家看。哦，怎么样？那这个名字就叫综艺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好好好，这个招好啊。那么看到大家对于这次旅行地这么满意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你们也知道本小兔流浪了这么久，兜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，而地球和小芒星球的货币兑换通道暂时关闭了，所以我没法拿到那么多的游学经费了，但是我还有小芒星球的唯一流通货币芒购券，大家每天完成游学报告可以获得知道不对应等量的芒购券，每天拿到8张芒购券则可兑换一张游学套票，它包含了第二天的游学行程所需，如果芒购券还有富余，你们可以找小芒星球物资仓交易管理员兑换旅行所需物品，那就让我们愉快地开始新的旅程吧。所以说咱们依然有游学报告，也依然好像有那一整套。嗯，重要通知，重要通知，请董树同学、文涛同学、齐思君同学、曹恩琪同学、黄子红凡同学立即到教学楼3年2班集合。那不是我班吗？我就2班呢。我也是啊。哎，你们班里是不是有个人叫周杰伦？哎，对啊，那眼睛你得擦亮啊，记住我的模样啊。走走走，我们不会要去上课吧？你说的上课是给人上课还是学啊？哎，咱俩这样，你再拿他条腿，拿腿好好滴溜。哇，3年2班 ，Number One。哇，真的有一种上学的感觉。哇哇哇，我们还是优秀班级，优秀班级流动红旗。各位同学请入座，快查收你们的萝卜包子。好学生就要坐第一排，你坐第一排，我也坐第一排。运动，这还有对讲机，哪有对讲机？这不对讲机吗？只有你有哦，你要指挥我们团长，你是队长呀，团长，团长第一点毛病没有。这是2000块的加油卡，这还有一份游学经费。我们第一次旅行呢，游学经费剩余2699.7元，今日午饭扣除了128元，两张加油卡2000元，剩余571.7元。哦，那加油卡还是拿上次的钱换的，加油卡这么贵啊？好，好，好。这是我们这次的初始的一个经费。那咱们钱带好了，咱们就开始上路吧。小喇叭广播站，收听就是 Number One。今天的点歌台，南博小兔为跳地旅行团点了一首特别适合旅行的歌曲，一起来听听吧。咦，客气，姐姐。哦。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曲啊。哦，新歌，这还有主题曲。
来，火速第一个。嘿，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。所有心情，心中的旅程永远的光照。我跳着追，又跳着飞，自由穿越山海，赴自己一场约会。我冒着追，又笑着飞，少年眼里花，直到白长夜的无畏。有点高了。是啊，那个梦着追跳着飞那个有点高，那个更高啊，那个打败长夜的无畏有点高。这歌反拍进的很多，就没在正拍上进的很多，反拍进的很多。听完以后请到讲台抽屉领取歌词本哟，还有歌词本。不会还要改吧？我觉得写的很好啊，非常完美了已经。跳地旅行团的成员们，这份旅行团歌的礼物大家喜欢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个问题吗？如果是问，那我们要是说不好听，现童心啊，开玩笑，很好听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好听好听，尤其副歌。我先给群里其他小伙伴分享一下这个歌词。Hello Hello， 这是我们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二季的主题曲啊，注意查收。先把词儿记一记，先把词儿记一记。他歌里面是不是放了我们第一季说的话？那他歌词里面写着：“眺望繁星，胡老师去看星空。”哦，捧起这湖泊的倒影，就是在那个桨板里面，然后听见心跳的声音，就是你蹦极前的时候，你自己很紧张，听到心跳的声音，然后跨过陈宇昏经纬线环绕，就是你胡老师，就是你环绕。我啥环绕？我怎么环绕？好好好，会聊天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词里面把我们的名字给融合了进去？啊，真的吗？跨过陈宇昏、何韵晨啊，是这样啊。哦，一颗好奇，曹恩奇。我就是奇，咱俩都是奇，对吧？啊，在平凡的日子有子，凯旋而归有凯，树开成雨林树，然后有那个文涛的文，用文笔写下文，繁星星复一星，自己唱一遍吗？好，打节奏啊，一二。我跳着追，又跳着飞，自由穿越山海，不计一场约会。我梦着追，又跳着飞，世界那么大，最后凯旋而归。我跳着追，又跳着飞，就用一颗好奇交换一生欢与泪。我梦着追，又跳着飞，少年眼里光，直到白长夜的无悔。打开心门，期待着日月和星辰，日月和星辰。梦着追，笑着飞，世界那么大，最后开始飞。我跳着追，跳着飞，就用一颗好奇交换一生欢与泪。我梦着追，笑着飞，少年眼里光，直到白长夜无悔。好好好好，优秀。哎，老师来了，同学们好。来，上课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很积极，先请坐。哎，我叫袁晓，是一名高中老师。知道我是教什么的吗？地理。那么就要展示一下了。我们知道地理老师有一项绝技是什么呢？画圆。哎，非常好，徒手画圆。徒手画圆。来看。哦。哇，我讲真，真挺圆。老师啊，我高中老师都是直接画中国地图的。我会画世界地图。啊，那真的吗？哇，厉害。那么我呢，今天是受小兔的邀请，是给大家呢来讲一节课。好。啊，他呢就告诉我咱们同学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大家知道去哪个地方吗？广西。好。那么在讲这节课之前呢，我们
班长是谁呢？班长，我是团长。团长，他是班长在这儿。团长在这儿。好，那么就辛苦我们的团长把黑板一擦。来，团长，我们擦上黑板。这种小事还是让我们晚辈来。好。十几年没擦过黑板了。好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广西有什么独特的特产或者是地貌啊？米粉。先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喀斯特地貌，喀斯特地貌。好。哇，这个感觉真的很多年没有了，真的有一种上学的感觉。这个声听着就熟。对。好，刚才已经听到他们说喀斯特地貌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么我们就有个问题了，为什么它叫做喀斯特地貌呢？音译过来的，是跟喀斯特这个词儿有关系吧？这个呢，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，cast。对，是音译过来的。它的名称呢是叫做岩溶地貌。那么我们根据岩溶来说的话，想想这个岩石可能会被什么？被溶解。被溶解，对不对啊？嗯、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了为什么会形成喀斯特地貌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因，比如说这个化学方程式。哦。天哪！等一下，我感觉我的头要长脑子了。哎。要加热，好，有一个同学发现了加热，对不对啊？那还有什么特殊的呢？可逆，好，可逆，还有呢？涛哥，快，快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就里面的成分都是水和二氧化碳，都是随时可以在空气中有的。水和二氧化碳随时可以有的，那还有呢？碳酸钙是固体，碳酸氢钙是什么？可溶解水的。对，它是可以溶解的，对吧？对，在这个化学方程式当中，二氧化碳和水结合会形成什么？碳酸，就变成可乐。非常好，我很希望听到这个可乐这个答案。非常好，我觉得哈，就是碳酸。那么碳酸是呈酸性的，对吧？那么你看石灰岩，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碳酸钙遇到酸性环境之后就会变成碳酸氢钙，就溶于水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喀斯特地貌，也叫岩溶地貌的一个形成基础。那么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本节课很重要的内容了。如果说是随着流水不断的侵蚀，我们将最终发育成矮的这一个就叫洼地，叫坝子。哦，坝子。对，看一下它后面是不是很多山，这个山是如何形成的？就没有被溶解的。对，如果说遇到了这样连成一片的山，我们就叫做封丛。封丛。如果继续被流水侵蚀，就是叫封林。封林再进一步被侵蚀，我们叫它叫残丘。残丘。如果风林很多情况下，我忽然就看到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，什么呢？看一下这张图。孤峰。对，叫孤峰，对不对啊？说明了当时的风林其他的是被侵蚀掉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地表的一个喀斯特地貌。第二个就是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是什么？溶洞。对，溶洞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溶洞它在地下为什么会产生？地下水。对，地下水把这个岩石给干冲走了。对，是不是溶解冲走了？非常好，看一下啊，我们需要把这个一擦，我们来表示出来。这我擦不了呀。你这一擦给我们擦迷糊了。没想到吧，这就是版画的魅力。没想到。来，那么知道了，溶洞的感觉是给你是光滑的，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棱角？我们棱角容易撞破头。对，哎呀，哎，对，非常好，看来是，哎，撞过，真撞过，护好头。流水慢慢的在向下流动的过程中，含有碳酸氢钙的一些溶液会随着温度的变化，慢慢的将碳酸钙吸出，所以说，此时就上边就越来越薄，下边越来越厚。对，顶部的这些物质呢叫做石钟乳，而底部呢我们叫石笋。那么最终可能会干什么？它接上。哎，非常好，接上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石柱。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喀斯特地貌的存在对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业的发展啊，它是有利有弊的，这个需要大家思考一下。
啊，旅游业，对，是不是可以发展旅游业啊？是的。那还有呢？坝子可以养活很多人。好，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。那还有呢？但是由于风从和风林的话，交通会很不方便。哎，非常好，地表栖息，交通不便。还有呢？地下开采会受到影响，就是修房子可能会不好。对，是不是可能会坍塌？然后包括一些管道铺设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。对，非常好。那么有机会我们会继续深入了解，或者你到了当地去，可以去问一问专家，可以问一问。哦。好了，那么刚才呢就带大家复习了一下这一课。那么复习，对，因为在我接到了小兔之前啊，说是大家已经是都会了。哎，这小兔现在越长大越不成事了啊。行，你有点东西啊。那么我们觉得课堂是一定要有落实的，就考一下大家。第一个啊，我们需要分成两组。老师，如果跟兔子一组的话，他能帮忙写吗？不可能。好好好。第一组同学就是这两位同学啊，这是三位啊，这三位同学，三位三位。爸子，非常好啊。按你们自己的想象来就可以了，你要相信你画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时间呢也就到了，我就挨个来展示了。可以，那从那边吧，那边是我们这个团长。好，我最喜欢这种同学呢。好好好。哎呦，这投影啊。那么他所画的这个图能够展示出风从、风林、孤峰和残丘这个变化过程，对吧？太强了。风从，你看为什么要加这一笔，说明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？相连。对，非常好，相连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。不行哦，不行，这个非常好啊。还给我们看到了几个小人的一个。哎，对，非常好啊，这个大自然的馈赠。对，非常好。哎，这个底座好像个那个人。啊、哦，一个人，两个眼睛，一个嘴巴。对对对。那么再看这个。哦。风从、风林、孤峰到残丘，这个非常好。虽然比较抽象，但是你只要把你心目中的这个过程能写出来，就满足了我们这个课堂的一个要求，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另一个作业。我们讲的一个十损、十中、十中五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已经完整的表示出一个流水的一个沉积作用。我刚才在下面看同学们作品的时候，我找到一个最优秀的作业，我不自觉的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那么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画的。哎呦，第一个过程是没有形成石笋和石钟乳的，确实画得好。那么第二个过程慢慢的形成了石钟乳和石笋，慢慢的两个逐渐接近。所以它完整的还是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我们课堂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作业。厉害，不愧是团长，在我们三年二班显得格外的突出。同学，请问你是几几年的？学生家长。好了，今天呢这节课呢我们就已经到这里了啊，然后呢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礼物。哎，来就来呗，这还带东西。芒果券，这个券呢，也就是大家旅行的啊所必备的哦。哇，交给我们的团长，谢谢。好，哎呀，这芒果券，我们的十个芒果券啊，哇，十个。好，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跳进地理书的旅行。好，开始跳，要怎么跳？我是真的要跳，没把左腿也给。3、2、1，跳！哎呀，怎么出现了两个人啊？这不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风从吗？风景如画呀，景色也太好了吧！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玉壁罗青亦可餐。Let's go， 兄弟们！寻找风的坐标，对，我跳着追，又跳着飞。我们马上游完我们的三峡。这个地也太坑坑洼洼了。来了！有没有感觉到他
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马术。来，这样，这，哇，这好帅，好帅呀！这，他跑得贼快，很自由的感觉，骑马超级好玩。我一会儿得直个播，你们就先吃饭吧。不如我们把这个电视投屏，然后投成一起直播。你是什么天才？超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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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级帅！今天游戏报告，那我要选他。那你来写啊。这辆全地形车就能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。哇、哦，闻风独行啊！太牛了！你这样写了哥几根，怎么写？文涛再继续寂寞流水账。我不写了，反正一共六天。长大的我们随风奔